献上我们的生命，继续的忠心于你。主啊，接下来你带领我们拥有更美好的岁岁年年。奉耶稣的名字我们祷告， Amen。 荣耀给神。大家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哦。母亲是很蒙福的。那么在我还没有讲到之前呢，想为大家唱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最美的星星》。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有妈妈才有我们，对不对？可能在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是妈妈，有年轻人将来会是妈妈，但是在当中有些可能妈妈不在了，但是你却结了婚，你有家婆，也可能在当中有些是弟兄，可能你说今天是妈妈节，都不关我的事。什么不关你的事？关你的事啊！因为呢，今天你也是有，如果你岳母还在的话，她也是你的妈妈，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上帝都把一些很重要的妈妈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今天我也特别唱这首歌，我要感谢我的天父，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妈妈。然后所以希望这首歌能够祝福你们。最美的星星，在我生命中，它是那么的温暖。在我生命中，它是那么的灿烂。每当我失望时，它永远在我身旁。每当我跌倒时，它的双手在我肩膀。你是如此的温暖，在我生命中，你是如此的灿烂。每当我幻想时，你挽着眼在微笑。每当我成功时，你也和我奔向骄傲。每当我昂首时，我知道你不断为我祈祷。我的母亲是我眼中最美的星星，我的母亲陪我走过人生的伤心。你将生命的力量赐给我，你将所有的爱给我，亲爱的母亲，我感谢你，我爱你。在我生命中，你是如此的温暖。在我生命中，你是如此的灿烂。每当我幻想时，你挽着眼在微笑。每当我成功时，你也和我奔向骄傲。每当我昂首时，我知道你不断地为我祈祷。我的母亲是我眼中最美的星星，我
的母亲，陪我走过人生的伤心。你将生命的力量赐给我，你将所有的爱给我。亲爱的母亲，我感谢你，我爱你。我的母亲是我眼中最美的星星，我的母亲陪我走过人生的伤心。你将生命的力量赐给我，你将所有的爱给我。亲爱的母亲，我感谢你，我爱你。感谢上帝，敬拜堂有你们这班妈妈，也因为有你们这班妈妈，当中有些妈妈你也很杰出哦，因为你的孩子都很爱上帝，你的孩子都很忠心，你看他们侍奉那种精神，因为有很好的妈妈，也有很好的爸爸。我一定要讲这句话，这今天是母亲节，大多数呢都是集中在母亲的身上，很多信息都是讲到母亲。哦，很多人讲说五月是妈妈的，六月是爸爸的，哈。但是今天我要特别跟在座做孩子们的讲这场道，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相信神把妈妈放在一个家中。妈妈也可能是你的家婆，妈妈也可能是你的岳母，她的存在必有她的影响力，她的存在必定有她的重要性。特别是基督徒的妈妈，基督徒的岳母，基督徒的家婆，神特别把她放在你的生命中，我的生命中一定有她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学习如何做孩子，要我们学习如何在敬畏上帝的道路上成为一个蒙福的孩子。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也是在学习做孩子，我也学习怎么样去在基督的道路上活出一个能够爱我父母，特别今天母亲节爱我妈妈的一个孩子。所以呢，我的主题今天晚上就是孝顺或者是孝敬我们的母亲。我讲了五月是妈妈的，六月才是爸爸的。好，如何孝敬和孝顺我们的母亲？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二节。第二十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放声一起来读，来，一二三，要孝敬孝顺你的神，得享怎么样？长寿。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要孝敬，或者是华人的中国人的意念里头就是孝顺父母。你知道这一个经文哦，是在十诫里面的呢，是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给他们十诫，对不对？领导他们的道路，领导他们的前程，领导他们的生命。这一个呢，这一条的诫命呢，就是记载在十诫里面。要孝敬或者是孝顺我们的父母，而呢，这一个的诫命是带有应许的，也就是什么应许呢？哦，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土地上得享长寿、长命。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你有一个很好的生命。今天是母亲节，祝福每一位的母亲的姐妹们母亲节蒙福。我希望呢，愿上帝鼓励你，
愿上帝用他的话语呢激励你，也愿上帝透过你的儿女们带给你安慰，带给你生命的一种存在的价值，存在的这一个的动力，好不好？这时候我邀请所有的妈妈，请你站起来好吗？一二三，对，我们给我们的妈妈掌声。然后呢，转过身，不要坐下先，转过身去问问那些妈妈说怎么样啊？要感恩有你，站起来，哎，青年人，来来来，啊，感恩有你，后面的弟兄姐妹来，站起来祝福我们的妈妈们。对，感恩有你，感恩有神，感恩有神给我们妈妈。感恩，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说要孝敬和孝顺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感谢主，我有一个很好的妈妈，我的妈妈带我来信主的，然后带我到教会，然后我们一起到教会侍奉，到教会聚会，然后一起参加查经班，一起受洗，很多东西我跟妈妈都一起，所以我很多时间都跟妈妈在一起，所以我可以说是很多时候我妈妈的她的生命呢，也带给我有很大的影响。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妈妈告诉我，我把你奉献给上帝，让你来侍奉他。一路以来在这侍奉的道路上，我可以说我妈妈是我最好的祷告的勇士 partner， 她常常都为我祷告，然后呢她常常都会问我怎么样侍奉的怎么样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跟她分享一些可以分享的，然后呢她就会为我们祷告，为 Pastor Kevin 跟我祷告。那么呢我们在这侍奉道路上，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有一个愿意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的妈妈。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么在这一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教导我们说，基督徒我们应该，或者非信徒也应该孝敬我们的父母，特别是今天我们的目标是放在母亲上，因为呢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要明白，原来这个应许呢是带有神的祝福的。好，我们来看四方面，一起来学习圣经如何教导我们要孝顺我们的母亲。首先，孝顺母亲就不要离弃我们母亲的法则，孝顺母亲就不要离弃我们母亲的法则。让我们一起来看箴言一章八节。箴言一章八节他说，我儿啊，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训，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言第六章第二十节他说，我儿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那么这两节的经文我们都看到同一句的话重复了多少次？两次，重复了两次。是什么话呢？就是他说我们做儿女的不要离弃我们母亲的法则。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离弃。什么是离弃？离弃的意思呢，可以简单的说抵挡、反抗。箴言提醒你和我，做儿女的不要特地，不要有意无意去抵挡、去反抗那我们母亲的法则。法则这里的意思就是他的教导、他的指导，那么他有设定的一些的规矩，有设定的一些规矩。箴言告诉提醒你和我，当中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抵挡，不要特地厌烦嫌弃我们母亲所定下的规矩或者是指教。今天有很多父母亲，他们很有能力，很有能力养育自己的孩子，却没有能力引导自己的孩子。听清楚，今天有很多很多父母有能力养，却没有能力去引导。当我们有能力养却没有能力去引导的时候，
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哦、不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父母。关键是在于当神把孩子交在你的手上的时候，作为父母你的责任就是要指教，你的责任就是要设定一些的规矩来帮助你的孩子走向他以后的未来。有些的规矩你为他定了，有些的指教你为他设了，将来你不可能陪他走到底的，就只有他按着你为他所规定的法则，所规定的指教，他才能够走向他的未来。原来孩子是有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是为什么箴言很清楚地提醒我们做儿女的，当妈妈设定了一些儿女上应该要明白要顺服的一些的教导，一些的指教，教导我们怎么做人啊，教导我们怎么处事啊，教导我们怎么样有一些正确的价值观，教导我们什么是应该什么不应该。虽然有些时候很多很多的孩子都觉得好啰嗦，有吗？有没有 Brian？ 有没有摇头？很多次都是这样了。有时候我们听了一些的教导，一些的指导，我们觉得妈妈你讲太多了， 你每次都是这一套，每次你都是重复，很多时候你听了很厌烦。但是你要明白，原来上帝给妈妈的一个责任，主要的责任就是要设定法则，就是要设定法则。他这边讲吗？不要离弃母亲的法则。当你的母亲教导你，你在对人方面要有礼貌，对还是错？对还是错？你的妈妈教导你对人要有礼貌，对还是错？对。当你的妈妈教导你吃要吃的健康，对还是错？做人要有责任感，对还是错？那么他告诉你过马车路的时候要看左要看右，不要冲着处，对还是错？别太晚回家，对还是错？吃饭不要挑食，要不然营养不够，对还是错？到了记得要打电话回家哦，对还是错？哎，越来越小声啊！啊，早一点睡，对还是错？不要乱乱花钱，对还是错？你要懂得怎么样去计划你的人生，不要浪费你的光阴，对还是错？所以今天你要开始听话。妈妈常常都会这样子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啊？苦口婆心就是要告诉我们，记得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妈妈是特地，她不特地她就不能够尽完她自己做妈妈的责任，她要特地提醒你，她会不知不觉的当中对孩子呢不断的叮嘱，不断的提醒，不断的督促，很像很多时候很不放心，对不对？很像很多时候呢啊，就是顾虑孩子把事情做不好啊，不懂这个孩子把房间收拾到怎么样啊，不懂这个孩子 把碗洗得怎么样，洗十个有没有打破一个这样子。你总会发觉呢，妈妈的心总是有一些东西要去你所谓的唠叨。可是呢，有的时候有人关心，有人注意，有人叮嘱，有人提醒，总好过没有，对不对？有多少时候当我遇到一些生命的挫折的时候，跟妈妈电话谈起来，我就知道妈妈一定会听了就会说一些话，而那些话呢，有时候我听了我会很温馨，可能她不了解
我经过的有任何的情况，但是我只告诉他，我说就最近这个状况的出现，他就会用一些话鼓励我。有时候我们觉得也不是那几句话，但是就是要听了就会温馨嘛，就是妈妈讲啦，你就觉得被关心啊，就是妈妈注意啦，你就觉得你的存在是有被爱的。每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想放弃，妈妈就告诉你，做人不要那么容易放弃。你却觉得哇，这个妈妈讲话怎么好像很有煞气，很哦，哇，给你了一些的鼓励，然后本来你想倒的你都不倒了。那妈妈说，做人不要容易放弃，你是男孩子来的，讲话要像有男孩子气概，对不对 Brian？ 嗯，很正常。当你在生活当中啊，取得一切的成绩，工作啊，哦，你的学业啊，可能你是事业有一点成绩了，哇，你就开始能爽了哦，哇，也沾沾自喜了，哇，有点成就的时候呢，你就听到妈妈告诉你哈，嗯，一山还有一山高，做人不要太骄傲，妈妈会提醒你，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理，你不可以骄傲，有成功。你还是继续要谦卑，继续努力。因此呢，圣经就再次的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放弃、离弃。什么叫离弃？意思说你不喜欢，你不要在那一个能够带给你祝福的教导里面，你不要在那一个能够带给你生命指导方向的那个圈圈里面，你选择离开，你不要。圣经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孝顺父母吗？听他的话，听他那可以指导你人生的话，听他能够帮助你让你的人生有美好未来的话，美好的法则。听，当你听妈妈的法则的时候，听他的教导，听他的指导，你会发现其实你在孝顺着他。第二，孝顺父母啊，孝顺母亲就要在行事为人上不叫母亲担忧。在行事为人上不叫母亲担忧，箴言第十章第一节的后半段，他说什么？他说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啊。箴言十七章二十五节，他讲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忧苦的意思就是痛苦的意思。什么是愚昧之子的？愚昧之子呢，这边是讲到了有一些人没有文化，很肤浅，头脑简单啊，不是我讲的哈，圣经讲的。他说愚昧之子头脑简单的人啊，就叫母亲担忧啊。那些还没有文化的哦，不明事理的，总是会令到他的母亲担忧啊。所谓忧苦呢，这里的担忧呢，哦，再次的提醒我们，做儿女千万千万不要使到我们的母亲担忧。中国人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养儿，养儿什么？养儿一百岁，长忧多少啊？九十九啊，意思说什么？你跑不掉的啦，只要你会做母亲，哦，你养你的孩子，哦，他一定会给你某一个方面的担心啊，哦，他一定会给你某一个方面的担忧啊。子女的一举一动啊，往往都是父母的焦点啊。有时候啊，我只是累一点，我妈妈就会跑过来说，怎么样，你不舒服啊？我说，师妹，我的样子很不舒服啊。那我妈妈很快的，她可以抓到我的，哎呦。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呢，妈妈的眼神、妈妈的精神、妈妈的眼光都放在孩子的一举一动。怎么你吃来吃去都吃不胖的啊？一定有一些问题，吃一点药把它屙出来呢，这种啊，哦，然后你就会胖胖底的哈。啊，你生活上呢，你吃少又怕你吃少，你吃多又怕你过重。
你不吃他更加担心，哈，你高高的离谱他又怕你找不到一个跟你 no?、配的很配合得来的那种体型的伴侣，你不高更糟糕。他跑去巴萨去买那个花生根啊，等给你喝啊，煲给你喝啊，希望你可以长高啊，对吗？对不对？妈妈有哪一个妈妈这样做过的？你不用举手啊，哈，对不对？哈，你有钱他又怕你乱花钱，又要教你怎么花钱，怎么处理钱，怎么储蓄钱，哈，你有钱 你不会去用他又担心，你会用非常会用他也担心，因为你没有储蓄，没有储蓄将来你也是会有问题。你会发现吗？ You know, 你出去他又担心你不懂在外面会怎么样，那么你不出去每天在家里他又担心你不懂怎么样。很多妈妈心里面呢总会有一种忐忑不安，总有一些东西令他稍微会有点忧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们都是他的孩子。真的吗？在新论坛一个论坛，他们在做一个的调查，他们找了600对的夫妻，就特别是妈妈，他们来做一个研究，就是做一个调查，在父母了哈，在父母亲里头呢，他们把爸爸妈妈分开，就是他们最担心的三件事在孩子的身上，他们最怕发生在孩子的身上的三件事是什么？首先他们双方啊，当他们做了调查过后，做了问答题过后，那么回来那统计了那个答案，就有了三个答案。第一呢，父母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们呢、滥药。什么叫滥药？就是吸毒、吃毒品，然后乱用药去破坏自己的生命。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长大，对不对？有美好的前途。但是你知道，在这种调查里头，他们发现呢，原来父母亲最怕他们的孩子染上毒瘾。为什么？因为在现在21世纪里头，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是不容易，充满压力，充满比较的能力，充满那种的心灵。所以很多年轻人17、18岁就跳楼了，20、30岁了又看不开了，年纪轻轻他们都不能够承受外来的压力。最近还有一个学业考不好的时候，又自己又自杀了。所以他们承受不懂那种 不能够承担那种压力，本来有美好的前途，但是妈妈很担心。为什么？怕他们受不了那种压力去吸毒。第二呢，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担心孩子们会染上毒瘾，滥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很多人因为赌而倾家荡产，对不对？年纪轻轻卡煞刷破了 bankrupt 了。为什么？因为赌。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所以他们很怕现在的孩子，他们有钱但是不会用钱，他们怕他们不会去处理金钱适当的用法，他们怕当孩子有钱了，他们会不会做适当的计划，怕孩子会把他的一生在赌桌上给赌完了。第三，他们最怕什么？最怕孩子经常出街不回家。他们怕的有多少个妈妈？当你孩子 出去了，晚上出去啊，还爹打累也好啦 ，OK 啊啊，和爹打累啊，或者是去朋友家还是什么，你会等他回家了，你才睡觉，你才能够安心睡觉的，有没有？举手一下。以前我记得我妈妈她是睡在厅的，每次当无论是教会的活动也好啊，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是晚上出去的，她都会在厅那边睡睡睡，等我回家了，然后三母那嘞。我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他不是的，他可能又醒下又睡一下，他就是要等我回来，他就是等我回来他才关门。但是今天有些人你会出会回不要紧，
妈妈们、父母亲担心的就是你出来你不回，迷在那个网吧里面，有日无夜的迷在里面。而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毒瘾啦，吸毒啦，然后赌钱啦，然后迷上了网吧，有家不要回啦，而影响了什么？影响了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情绪，影响了孩子的道德，影响了品格，影响了他们社交的生活圈子。母亲是最会给儿女担心的，她会找一些事情问一些问题。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儿女是在母腹里头多少个月？九个月到十个月，对不对？是很贴心，是很贴切的。什么事情，妈妈的情绪，当她怀孕的时候，妈妈的情绪，妈妈的想法，妈妈的喜乐，妈妈的感受，这个孩子都感受到，所以他们是最贴心的。所以做母亲就会常为他的儿女操心担心，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挂心，甚至有些父母呢，特别是母亲，来到一个地步，忧心到一个地步呢，开始的患上忧郁症，开始这个怕那个怕，躁郁症。所有的母亲都有这方面的心情，担心担忧。所以圣经就特别的告诉提醒你跟我，不要让我们的母亲担忧。你知道吗？上帝妈妈，上帝很爱你，特别透过今晚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做儿女们的，不要让你担忧。妈妈讲 Amen。 对，他说什么？因为妈妈会有这方面的敏锐，他会容易担忧，他会容易担心。所以呢，神的话语就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什么？哎呦，你们不要使你们的母亲忧苦啊，不要让她担心啊。我们如果说孝顺我们的母亲呢，就千万不要叫我们的母亲担忧，不要叫她担心，在我们行事为人上，不要让她担心。如果我们处远行，我们不要让他担心。今天很容易吗？安迪也会用 SMS 嘛，对不对？他不会打，他也会按那个麦啊，他会讲话的，对不对？只不过有时候讲得很长不了。是你也可以吗？远行去了，让你妈妈平安，给他一个 message， 给他一个信息。妈，我到了，我平安，不要讲你了，我四十多岁了，我去了哪里，我都会告诉我妈妈，妈，我到了，我让她知道我平安，我让她知道你不用担心，妈妈，我会照顾我自己。这是妈妈的性情。如果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妈妈，孝顺她，按照圣经出埃及记20:12说要孝敬你的父母，我们就不应该让我们的妈妈担心，想尽办法让她安心，可以吗？想尽办法让她安心，年轻人，让你的妈妈安心。这是上帝的话语的教导，不要让她担忧。我们出外工作，我们出外创业，我们要走得正，行得对，不要把祸害带到自己的家里面，不要让你外面闯的祸带进你的家，使到你的家无宁日。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妈妈，我们孝顺她，我们就要让她度日平安，安定他们的心。 Amen Amen。 第三，孝顺父母呢，就不要藐视母亲。孝顺母亲就不要藐视母亲。箴言15:20，这边讲说愚昧人藐视自己的，所以自己的母亲，他说愚昧人藐视自己的母亲。箴言30:17，他说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畜所刺。什么是藐视？
藐视的意思就是你轻看，你嘲笑，你看不起你的母亲，你觉得她没有价值，你看轻她，你敌视她。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你不要看不起你的母亲。刚才我来教会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的 Facebook， 今天很多啦，很多祝福妈妈的话，很多那些母女啊，就是孩子跟妈妈一起拍照。有一个呢，他就写到很多，不要嫌弃你的妈妈老，不要嫌弃你的妈妈臭。也在很多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小看那个养育我们长大生我们的妈妈。这两节经文都同样出现藐视母亲，也就是告诉你和我，严重的告诉你和我，作为儿女的，我们绝对不可以轻看我们自己的母亲。无论她来到怎么的状况，她依然是值得我们尊重她，她依然值得我们去尊敬她。当一个人藐视母亲的时候，那个人就是一个愚昧人，意思说没有文化的人。这里在三十章十七节，他讲到一句话，他说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畜所刺。有些你的圣经呢，这个鹰畜呢，他那边写兔鹰，有些他们翻译为兔鹰。你知道吗？兔鹰呢，它的食物是什么？刺尸体，对不对？刺尸体。他这边告诉我们呢，他说如果一个人啊，连他自己的母亲他都看不起的话，连他自己的家婆他也看不起的话，连他自己的岳母他也看不起的话，这个人的状况啊，就好像怎么样啊？死无葬身之地。哎呦，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人如果他有这样的行为呢，这个鹰就要把他的眼睛给啄出来。意思说这个人被啄出来，意思说他也要死的情况。他怎么情况能够被鹰啄出来？就是他死的，那个鹰来把他要吃掉他嘛，对不对？所以死也没有一个地方好葬，结果是怎么样？被鹰吃掉，兔鹰吃掉，当食物吃掉。他其实就要形容怎么样？他说一个人当他轻视看不起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嫌弃他的时候，他的后果会是严重的，他的后果是会很严重的。乌鸦不是一种每个人都喜欢的鸟，我不懂为什么人家很喜欢在家养乌鸦。乌鸦呢，对华人的看法呢，是一个很不吉祥物，对不对啊？不吉祥的，每次你看喵喵的时候，你就好像一种感觉，你会觉得一种不祥物会来到。但是你要知道哦，乌鸦呢，它的本性哦，有一个反哺的本性。什么叫反哺的本性？他懂得养老，他懂得爱老。据说呢，这种鸟呢，的母亲呢，在抚育下长大。比如说那个乌鸦小的时候，乌鸦妈妈养它，抚育它。当乌鸦妈妈老了，可能瞎了，飞不动了，不能够找食物的时候呢，这个小乌鸦长大了嘛，它就会呢在外面找最好的食物，然后把它衔回来，它就会喂这个乌鸦妈妈吃，吃到怎么样呢？吃到乌鸦妈妈没有办法再吃，然后死了。其实这就是要告诉你和我，做孩子的，做儿女的，我们一定要懂得乌鸦都会有反哺的精神，
更何况我们是人，更何况我们是人。一个人如果看不起自己的母亲，嫌他老，嫌他不懂，嫌他跟不上潮流，嫌他穿不好，嫌他脏，嫌他配不起你，跟你出去。这边告诉我们，你比乌鸦都不如。不是我说的，神的话也说的，你比乌鸦的不如。所以弟兄姐妹孩子们听着，当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妈妈，孝顺他们，我们就不要轻看他们，我们不要藐视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重视他们，我们应该尊重他们，那我们应该呢看重他们的存在，看重他们的存在。因为当你不懂得独立的时候，你还小的时候你要靠他，当你长大的时候他就老了，对不对？他就老了，他就渐渐衰老了，你怎么能够不把他放在眼里呢？你怎么能够把他看成是一个另外一个人呢？你怎么能够连他的手都不拖呢？你怎么能够连他的肩膀都不握呢？我跟我妈妈出去喊街街的时候，我握她的手，我扶着她腰，我抱着她，她的肩膀，我觉得我很蒙福，我可以带着一个生我的妈妈一起去走街，是我的时候应该照顾她，是我的时候应该带她这边去那边去。以前每个人小的时候，她牺牲了好多为这个家，牺牲了真的好多。那天我带我妈妈去 shopping 的时候，她下车突然之间差一点，真的差一点她跌倒哦，差一点点，因为她平常哦要载妈妈，所以她哇一跌倒 她站得很稳，但是我吓到哦，我突然之间我感觉到哦，哇他跌下去哦，我的心好像也会跟着跌嘞。不过感谢主，他没有事情。所以他虽然渐渐不像以前站得稳，你现在站得很稳，你记得以前你也站不稳啊，你小的时候啊你也尿尿了一大便了，他带你去 restaurant 了，高级的五星级的，你在那边大便哦，你记得吗？嗯，你在那边小便，你在那边你记得吗？他都帮你换尿片，他穿得很漂亮，你撒了尿在他身上，他穿的高跟鞋，他没有办法，你去到 shopping center 好像风干我们用乱跑乱跑，他穿得漂亮，脱掉他高跟鞋去追你，这些都是过去。但是你要知道他付出了，他为你付出了，他为我付出了。这就是妈妈。今天当你独立了，当你有能力了，当你读大学了，当你毕业了，当你结婚了，自己做爸爸自己做妈妈的时候，你敢藐视他？你敢看不起他？神说不要，愚昧人才会这样子做，但是我们基督徒敬畏上帝的人绝对不能够这样做， Amen。 我们敬畏上帝的人千万不要这样子做。然后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节说，他说你母亲老了，你不可藐视她，有圣经的哦，有吗？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他说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母亲慢慢渐老的时候，你更加不要藐视她。当她的脚越来越没有力的时候，你更加不要藐视她。当她的头发由黑变白的时候，虽然现在可以做 highlight， 什么颜色都可以补上去，但是呢，接受事实，总会白的，总会白的。
母亲的美容渐渐的消失，牙齿也渐渐的一颗一颗一颗的掉了。不要藐视她，她也曾经漂亮过的，她也曾经美丽过的，她也曾经有过很风光很漂亮的岁月，她也有很多人追的，她有她的过去，但是她为了你和我放下了这一切，她有她的梦想。我相信在座的妈妈可以跟我认同，你可能有你的梦想的，但是你为了孩子不再去追求你的梦想。现在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孩子可以健康长大。如果你孩子适婚年龄，你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找到适合的伴侣，结婚生孩子给我抱孙，不是看孙，抱孙啊，你有你的梦想，只不过因为孩子的缘故你换了一个方向。不要藐视他，要更加的爱他，珍惜他，因为他一生都为着你劳碌，包括到今天。你有什么事情他是最紧张的，孩子们，你有什么风吹草动啊，他是最紧张的。用实际的行动在这个母亲节来告诉他，他对你有多重要，你有多爱他，加倍的来爱他，加倍的来尊重他。最后，孝顺父母啊，孝顺母亲，就不要让母亲感到羞愧。孝顺母亲，就不要让你的母亲感到羞愧。箴言二十九章十五节，这边说：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什么是放纵？这里这个字放纵，就是这个人呢，他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不把人的价值和存在看在眼里面，他按照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包括母亲，他也不把他放在眼里面，然后他不受约束，不受规矩。简单的来说，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他的意思就是呢，不要让我们的母亲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举一动上感觉到很排泄了。你们有听过一些的父母亲生气起来，他讲吧，我生搞咩啊，差事好过生你啊，这句话哦，是那个母亲真的是气到一个地步啊，他真的是受不了啊，他情愿生叉烧也不生你啊！你一定是伤到他很深啊，他觉得好羞愧啊，所以他觉得他不能够去承担和去承受。有一天，孩子的老师告诉你说：“叫你的妈妈来，我要见他。”哈哈，老师兼家长哦，老师兼家长。如果那个老师是告诉你，你的孩子很乖，哇，他真的是很爱帮助人，品格又好，又有礼貌，啊，上课的时候很专心，嗯，然后呢，他的道德又很好，错了又会认错。Auntie 啊 ，Mrs. Wong 啊，哎呦，你的教导孩子非常好，你的孩子真的是好，你听了会怎么样？爽啦，再见多你一次也不要，再多几次都不要紧，对不对？哈啊，你进去的时候第二次，哎 ，Auntie 你又来，是的，我的孩子老师要见我，你很开心呐、啊？为什么？因为有好的东西使到你很高兴，因为你的孩子把荣耀带给你。但是如果相反的，孩子说：“妈咪，老师要见你，做什么？”“不知道哦。”当你去见老师的时候，他说 ：“Mrs. Dunn， 很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你的孩子在学校、哦、偷人的东西呀、啊，然
然后不要紧，他把学生的 书包把它剪破，然后呢藏人家的书啦，哦，然后拿老师的藤条藏起来，啊，然后把老师的那个考卷子丢进垃圾桶，没有礼貌，常常发脾气，然后骂臭话，讲粗话，嗯，你会说老师，我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咯，你要他怎么样？你不会，我告诉你，你不会，你不会因为你的孩子有这样的品格而感觉到骄傲，你会感觉到很羞愧。孩子，你可能会笑，但是今天有很多妈妈因为孩子没有做好他们自己的本分而带羞愧给妈妈，而带羞愧给妈妈。千万，圣经告诉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按着你认为是好的，你就不理其他人的感受，你就不理你妈妈的感受，哦，是爱民间吗？不是，因为你带给他的荣幸，你带给他的荣耀，你带给他的好消息，别人对你的称赞，是妈妈养大你的一个人价值和满足感，是一种的满足感。什么事情会令你的妈妈难堪？孩子们记得，千万不要在众人面前骂自己的妈妈。做媳妇的也一样，做女婿的也一样，千万千万不要在众人的面前凌辱你的妈妈，不要在别人的面前使到他无地自容，责备他，不要咒诅他，不要用不好的话来咒骂他。那个谁妈妈啊，咁啊，不要，不要有时候在讲话的当中突然之间生气的走开，然后把门砰。其实这是对妈妈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也是一个最大的不敬。谁给你这个胆量在你生你的母亲面前把门这么大声的关上来？不要给她不应该的脸色看。圣经说，圣经也警告我们做儿女的，千万不要做坏事，不要做一些不见得人的事，免得让我们的妈妈感觉到羞愧。反而我们要想正面的去想，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令我的妈妈以我为荣。就好像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怎么做，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会说，这个孩子我真的感觉到没有白养他。当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白白的呼召他，我没有白白的为他钉十字架，我没有白白的为他流宝血，这个孩子我没有白白的承受鞭伤。我看到他，我就想到，心也开心。所以我们做孩子的也是一样，想尽办法看有什么东西，有什么行为，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之后让我们的妈妈会以我们为荣的。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他是某某间医院里面很出名的医生。这是我的女儿，她是在某某的机构里面呢很出名的一个辅导员。这个是某某的某啊，这个是我的女儿，或者是我的女婿，喏，我的媳妇，她是啊哪一个教会的牧师？哇，她是哪一个学校里面啊很有名的一个老师？我相信你的母亲敢这样向别人介绍她自己的孩子，她感觉到心里很安慰。这是我的孩子，他是卖白粉的。这是我的孩子，他是这样这样的。我觉得
对我们的母亲很不公平，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他会尽他的全力把最好的给我们，对不对？啊，保护我们，爱护我们。但是现在，当他老了，当他渐渐的老了，哈，当他白发都开始要出了，牙齿也开始要换了，假的，你却带不到给他，他能够以你为荣的事情。圣经说，不要，千万不要使到我们的母亲感受到羞愧。如果今天你是在求学的、读书的，做好你的本分，在你的学业上尽力、全心、全力以赴，在你的学业上拼出一个好成绩来，不要荒废你的时间，也不要荒废你父母亲的钱，让你的母亲可以因为你有学业成就上看到你的成就，她能够以你为荣。有时候我很开心，我看到那些妈妈爸爸，你去参加你的孩子的毕业典礼，对不对？只有爸爸妈妈可以去的，哈，其他人要在门口等的。哇，你觉得很开心哦，当你的孩子走着出来抱着你孩子的名字的时候，全部坐下，只有你们两个站起来了。哎呀，你很开心，为什么？你觉得很光荣，你养到这样的孩子，他学怎么样？学有成就。如果你在做工，你就要好好在你的事业上做好它，不要让你的父母亲哈要稳工啊。啊，你一年换开八个工啊，你可唔可以做好啲嚟啊？哟，人哋同我讲问我你仔做咩工啊，我都唔知点样答啊。好好的在你的事业上做有一个成绩出来，让你的妈妈觉得心里面有安慰，不至于羞愧。所以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我们要孝敬、孝顺我们的父母，孝顺我们的母亲。我们就不要让他羞愧，反而要让他以我们为荣。以我们的什么为荣呢？以我们好的道德为荣，以我们好的品格为荣，以我们好的前途为荣。我们不是十全十美的，孩子不是十全十美的， Amen? 我们都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我要坦白说，在座的每一个父母亲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对不对啊？ Amen, 妈妈，对，没有一个孩子是十全十美，没有一个母亲是十全十美，所以母亲也不是希望我们给他们十全十美的回报，不是，他们只希望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当你说来教会，你真的是来教会，他希望你是基督徒，你爱上帝。他希望你在外面的时候，你会爱护你自己。他希望你自己会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他也希望能够看到你和他能够有个美好的关系。你可以顺服神的话语，你可以存着敬畏的心，能够顺服神的话语，做到这以下的这四样，那就是在这母亲节里面我留给大家的，让我们一起学习按照神的话语来孝顺我们的母亲。第一是什么？不要离弃我们母亲的法则，不要对抗她，她的法则、她的教导带给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就要聆听。第二，孝顺父母就是就要在行事为人上不叫母亲担忧，不要叫她担忧，要叫她安心。我常常跟我妈妈说，我说你做什么都好，最重要你开心，你开心，因为她的年纪都不小了嘛，对不对？然后现在你做什么，只要你开心你去做，因为她以前为家牺牲了很多，现在是她的时候，去享受，去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第三，孝顺父母就不要藐视母亲，不要小看她。你怎么能够藐视生理的妈妈？
圣经说不要，不要藐视他。第四，孝顺父母，孝顺母亲就不要让母亲感到羞愧。就好像神他在我们生命中，他会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以我这个孩子为荣。我相信，我也希望你的妈妈可以说，我以我的孩子为荣。 Amen Amen。 留给大家的是今天这个信息，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习按照神的话语孝顺孝敬我们的母亲。 Amen Amen。 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拿一点时间来，我们要来首先呢，我要为在座的，如果你是孩子的你是孩子的，孩子包括女婿咯，包括你是媳妇的，你家里面还有老的，我要你站起来，可以吗？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啦，妈妈没有啦，或者是老的妈妈没有了，所以你就等一下先哈。现在我们要为那些你知道你自己是儿女身份的，这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出埃及记20:12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土地上得享长寿。这个长寿包括了上帝的同在，包括了现在以后和将来的生命。如果你在当中你是一个孩子的，我要你为你自己做一个祷告。首先你要说祷告神，你帮助我做一个敬畏你的孩子。在世上我的父母还在，我的母亲还在，教我如何按照你的话语来孝敬他们，好不好？好吧，我也知道在当中有些人，不是所有的人，是有些人和妈妈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好，可能当中有一些的伤害，也用这个时候祷告说，神啊，请你原谅我，可能我还要再学习，我还要再学习做一个更好的女儿，更好的儿子，来孝顺我的母亲，好不好？这是我们开始，你为你自己祷告说，神给我帮助，